欢迎了解服装和皮革行业化学品管理基本信息。在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的生产过程中，会使用各种化学品来确保生产，以达到所需的产品质量。其中有一些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。考虑到这些不利影响，许多时尚品牌都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规范，限制这些有害物质的使用，并确保在其供应链中安全使用和管理这些有害物质。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，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化学品对环境和健康的不良影响，还可以提高您的生产效率和作为负责任制造商的声誉。与进一步了解如何通过具体措施实现这些效益，请观看以下两个视频。